会不知不觉。嗨，美女，我是萝卜。萝卜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萝卜。我来这儿的目的就是要找那个面条吃。哎，想到我就兴奋了。喜欢这等黄色的面呢 ？And have some roll, right? 哎。人家都是这样吃的。你们新加坡真是一个优雅的社会，知道天气热还准备纸巾给咱们擦汗。